峰峰平常喜欢做运动吗？喜欢。最喜欢做的运动是什么？呼吸。大概一个月运动的频次？每天。爱做饭的你最喜欢吃的菜是什么菜？牛肉。吃牛肉的话，你最想搭配的是？菠菜。菠菜。演员和歌手喜欢哪个身份？主持人。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？白色。平常喜欢喝康师傅绿茶还是柚子绿茶？绿茶。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个？成都。平常喜欢的运动风，平常喜欢穿运动风格吗？还行。这次到深圳和粉丝见面开心吗？非常的开心。一般收到粉丝的礼物心情会是怎样？痛哭流涕。最想收到的礼物是？祝福。觉得自己是偏严肃还是偏活泼？无情。喜欢文戏还是武戏？文戏。喜欢正派角色还是反派角色？都行。最喜欢的演员？李易峰。最喜欢的运动员？最喜欢的运动员乔丹。喜欢喝健康的饮料还是好喝的饮料？最好是两个都有。喜欢别人叫你实力派还是偶像派？都行。